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名人站，我是 Ellie。 大家在家闷了这么久，是不是都想出来释放一下呢？是就对了，那就立刻过来找我吧。我今天为大家介绍呢，就是这个 YSL 的星星袋，也是大家口中的风琴包。这个星星袋的取名来自于我来自星星千颂伊，他经常背着他周围去的。它亦都在其中演变了几个款，就好像这个它外加了一条拉链，就方便大家以前经常都说开口袋不好用，所以它特登加多了一条拉链上去方便大家的。还有就是这个小尺寸的，它做了一个波浪形的设计，亦都是有锁头的配搭。这个呢就做了全皮的长带，亦都是可以拆的，可以调校。它的效果呢出来的形状很有重金属的味道，非常适合型格的你。跟住落嚟出場嘅咧，就係最原始嘅風琴包啦，亦都係星星包。佢配有一個簡單嘅掛鎖啦，做翻個吊飾，一條長嘅皮帶，皮帶亦都係可以調校嘅。佢最特色之處咧，就係兩邊咧個拍扭嗰個位咧係可以放開噶，令到佢咧個袋咧可以放大嘅。加埋佢內籠嗰個細袋仔咧，係可以拆出嚟當手包用嘅。咁咧可以將個袋嘅內裏空間咧放大，就算你擺大嘅化妝袋喺入邊都冇問題噶。它還提供了多色給大家選擇。介紹完一個系列，大家是不是都是心思思呢？那就等我來滿足大家介紹多一款了。這個呢是演變字風琴袋的，因為這個呢就是縮小版，它配了一個鏈帶，跟著還有加了一個 handle。 它的內裏設計呢有三格的，其中有一格呢還有拉鏈添的，可以放一些貴重物品。最重要仲要系佢条链带咧，系可以拆出嚟噶，咁你就可以做一个手包啦。就算去啲晚宴啊，或者去饮宴啊，都非常之适合嘅。咁以下咧就为大家展示呢几款袋嘅上身图啦，同埋佢嘅设计图嘅，亦都系好适合大家平时去任何场合使用噶。听我介绍咗咁多，系咪都系心思思咧？系嘅话就快啲落铺头揾 Ellie 啦。我哋铺头有好多款式等紧你拣噶，紧有一款啱你心水嘅。想了解更多的详情，就拿起你的手机加我的 WeChat 和 WhatsApp 啦，或者落到去门市找回 Ellie 邓小姐。下次见，拜拜。